哎，来看一下，今天小杨哥啊，给大家送了一个小狗狗哈。这条狗狗啊，长得非常可爱啊，眼睛大大的啊，多好看！这是个小公狗啊，看后背。这条狗啊，我跟你说，它是啥品种配出来的啊？狗爸爸是那个马尔济斯，狗妈妈是比熊，然后生出来一条狗狗哈，那个老太太来拿来卖的哈。然后呢，就是我是。价格非常便宜就买来的哈，咱今天呢，咱就搞一个，都是送出去哈，不要钱了，你给我付个运费就可以，然后加上笼子，你们给一个388吧，388，然后就图这个数字，我给大家送出去。狗狗呢是健康的哈，健康的，牙齿也长了一点点啊，来让它走两步吧，来看看啊。这尾巴翘起来的哈，哎呦哎呦，你们有干活的哈，你看，过来过来，行不行？388，小杨哥送狗啊，你们也别嫌什么好，也别嫌坏啊，就这样的价格，388，把这条狗狗送出去，出个运费，加上笼子啦，我给你们送点狗粮之类的，行的话咱就要，不行的话咱就再就看看就可以啊，行吧？来关注一下吧，来美女拿着。来关注一下啊！